去。那这个可能整个控制器上，他觉得说这一颗没有，像这个里面只要一个节点不导通，这一个。所以刚才跟大家讲的，我想到的这些方法，已经应用到现场去了，也看起来都发挥实际的效果，所以这方面的问题慢慢就变少。白色就是超稳，可能是从那个柱子包的。柱子。所以西门子也觉得这个问题，确实是这样子的，他就是要从他的小包厂，他们这个在制造的一个。